来一个这个猫眼炉，这一袋是300克，等我开一下啊。来了，这一袋是300克，这一袋是1、2、3、4、5个，比较大个。这里边有5个，它这个比较好嚼一些，不像咱家以前那个外面这个肉很硬很硬，这个比较好嚼。然后就是咸鲜辣的味道。挺入味儿的。